历经万代放诸四海都不改变的。可是呢，从哥林多前书的许多的教义当中，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有绝对的真理，有相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呢，强调耶稣基督是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生，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还为我们升天和再来，这是绝对的真理，不能妥协，不能改变。那相对的真理呢？比方说信而受洗，受洗的必要性，那受洗的仪式是浸水呢，是点水呢，还是洒水呢？比方说到底在结婚当中，如何夫妻相公平的对待？到底分房而住？到底离婚？种种状况，这些呢，其实要因人而异，不能够一概而论。所以这些呢，是属于相对的真理。今天呢，要跟大家讲到侍奉的伦理。那侍奉的伦理呢，我们晓得比较强调是在教会内部的侍奉。保罗告诉我们，不单单是教会的聚会呢，要强调次序，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保罗也特别教导我们夫妻之道，不管还有婚姻生活之道。然后呢，也告诉我们说方言要按照次序，而且呢，做先知讲道也要按照次序。所以呢，提到很多很多侍奉的伦理。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片面的，还有全面的。我们到底要如何来取舍，如何来评估，如何来面面俱到。我们先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欢喜快乐，因为我们能来到这里敬拜上帝，仰望天父，就是你的恩典。天父，我们晓得日光之上，日光之下，一切所有都是你赏赐，都是你给予。天父，我们求你让我们这些活在天地之间的人，能够更多的认识自己，也愿意来认识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永生上帝。天父，我们求你今天再一次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哥林多前书不但了解教义的真理，我们更愿意进入侍奉的伦理当中。天父，我们晓得人在世上需要跟人建立关系，更需要的是和上帝建立关系。人常常主啊，要去服侍人，要去成全人。主啊，求你光照我们，我们最该服侍的乃是神你自己，我们最该成全的乃是神你的命定跟计划。天父，我们求你透过哥林多前书继续向我们说你要说的话。孩子们在这里洗耳恭听，全神贯注，求主让我们专心等候，不看环境，不看别人，不看自己，单单仰望主你自己。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讲到天地万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不单单是创造万有，而且上帝呢，为天地和人呢定了律法和原则。律法和原则不单单是在日光之下，甚至呢连日光之上都有耶和华所定的法则。这些法则呢，我们都晓得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很多是属于绝对的真理，有些是属于相对的真理。那尤其在教会的内部，又教导我们许许多多侍奉上帝的一些伦理和道德，一些规律。侍奉呢，乃是强调对上帝的一种心愿，一种摆上，一种热诚的委身，一种
真心的服侍侍奉呢，其实不是一个工作，侍奉呢乃是一个见证。因为神爱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透过侍奉来回应神的爱。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也愿意更多更多的来为耶稣为上帝摆上。所以侍奉呢，我们晓得的的确确是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本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当中呢，有许许多多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呢，都为我们定了很多很多的架构和规范。比方说我们所熟悉的四维八德，大家知道哪四维吗？礼、义、廉、耻。八德呢，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四维八德我们非常熟悉。那又有很多所谓的三纲五常。三纲呢，讲到君王为臣之纲，父亲为子之纲，丈夫呢为妻之纲。所以为臣子、为儿子、为妻子呢，对于君、对于父、对于夫，要绝对性的完全服从，不得了哦！你看，这是我们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刚才强调所谓的三纲呢，就是要绝对的、完全的服从，这是单方面的，也是片面的。但是呢，我们讲到全面，就是做君王的、做父亲的、做丈夫的，也要为臣、为子、为妻做出模范和表率来，这才叫做合乎中道，这才叫做全面啊，面面俱到。所以三纲刚才介绍过，讲到五常呢，强调的是仁义礼智信啊，就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的基本行为法则。所以孟子呢，就中览了啊，总结了啊，他的老师孔子的啊这些伦理道德文化思想呢啊，然后为什么人会有这些四维八德三纲五常呢？孟子强调说，因为有四端，因为人性本善，因为这四端、这四颗心、这四个源头呢，都是根源啊，根源。一个不能够看见的那个道啊，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那朝闻道夕死可也。所以那个道呢，虽然抽象不够具体，但是那个道呢，其实是一个生命，是一个真理，是一个系统啊，是一个数位啊。我们现在是 digital 的时代，强调一个数位。可是如果你单单强调 digital 的话，那只是一个科技，只是一个意识的形态。可是圣经中所提到的这个道呢，乃是上帝的本身。那上帝的本身呢，他派出有道，然后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派出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感谢上帝，这个道呢又从天上来到人间，又从看不见的灵成了看得见的人。那个道呢是谁？耶稣。道成了肉身，他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孟子呢强调说，我们之所以有这些真善美，之所以会有这些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呢，乃是因为人有四端，有四颗心，有四个源头。哪四颗心呢？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慈让之心、是非之心。强调说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呢，刚才所提到的各种的伦理道德文化规范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必须要实践的内容，必须要遵循的方向。哈利路亚。这是讲到人与人之间都有很多很多的伦理，很多的规章。请问大家开车需不需要有规章？
需要吗？一定要有交通的法规。请问停车有没有很多很多的规定？有没有？有。我们大家看到目前教堂门口的停车呢，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自从停车场画上白线之后呢，大家有发现停车呢是不是就比较有秩序了？有。那是不是依然有人呢？还是一样不受这个界限，爱停就如何停，就这样子。明明前面还有两个空车位，他呢不开到第一步去，他呢一个人就要停在最后面的一个位置。那请问后面的人，后面来的人怎么样去停到前面去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的的确确，人间需要有很多很多的规范，需要很多很多的架构啊，才会产生秩序。连哥林多教会呢，这个教会竟然有很多很多不遵守伦理道德、不遵守文化规范、不遵守属灵秩序的状况出现，带给保罗相当大的头痛和痛苦。所以保罗呢才写四次的信给哥林多教会。我们目前所看见的是哥林多前书跟后书，可是呢如果查考圣经才发现，保罗总共写给哥林多教会几封书信啊？总共四封书信啊。可是被就是收集在新约正典当中的只有哥林多前书后书，还有一封叫做流泪的书信。保罗是用流泪的态度在规劝他们，在引导他们，在帮助他们要归正，归正一定要守道德，守伦理。所以我们实在感谢神，神的仆人保罗他亲手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可是哥林多教会竟然让保罗伤心。当保罗派提摩太要去牧养关怀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保罗竟然担心这个教会会排斥甚至轻看或藐视提摩太。你说这成何体统，成何体统？所以保罗呢才需要苦口婆心的在哥林多前书写了很多很多语重心长的劝诫的引导的话语。保罗甚至讲说，你难道你们这个教会难道我要带着刑杖去责罚你们吗？去管教你们呢？你是希望我去管教你们，还是希望我去去帮助你们呢？所以的的确确哥林多教会呢是一个在各样恩赐上都比其他教会要强的一个教会。保罗甚至说这个教会呢在基督耶稣里面是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可是他们因为他们有恩赐，有才华，有能力，甚至呢还有金钱，很富足，结果他们就自高自大。自高自大这四个字呢不断的在哥林多前书出现再出现无法想象。你说他们蒙了这么大的恩赐，基本上呢应该要感恩感恩再感恩，结果呢他们认为都是自己的努力跟奋斗。保罗就跟他们讲说，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有什么好骄傲的呢？如果神不赏赐，如果神不给予的话，我们今天有什么呢？我们能来到世上来吗？我们如果没有聪明智慧，如果我们没有健康，如果没有机会的话，请问你在世上能拥有什么？你在世上能做些什么呢？所以保罗讲说，在三章二十一节讲说，所以我们无论是谁，无论是谁都不可以夸口，不但不能自己夸口，也不能够以人夸口。所以这个教会呢甚至说分门别类，拉帮结派说，哎，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哎呀，我是属亚居拉百基拉的，哎呀，我是属基督的，哇，最属灵。所以这个教会呢一直在那边嫉妒，在那边比较，所以让保罗伤心，也更让基督耶稣痛心。所以我们就要晓得在侍奉的伦理当中到底神的心意如何。神的心意不是片面的，大家说不是片面的，不是片面的，是全面的，是全面的。有一个中学的老师，他是教英文，教英文呢当然就是教大家，对不对？背单字啊，背片语啊，然后呢熟悉英文的文法最后呢不但要会听说读写。可是呢他班上有一个学生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喜欢这个英文老师，总是认为这个英文老师呢崇洋媚外，中国人学什么英文还教英文呢？中国人应该怎么样好好学中文才对呀，我们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博大精深，干嘛学什么这个学什么英文呢？所以这个学生呢就非常非常对老师的各种的课程各种的教学呢相当的抵触跟反抗，虽然表面上呢还是尊敬老师起立敬礼，他也是一样会鞠躬敬礼，他内心呢却非常非常的抗拒跟反感。然后呢老师更常常强调说你们要尊师重道啊，尊师重道啊，我们的中华文化是强调说学生要服侍老师啊。大家知道说以利沙有没有服侍以利亚？有没有？有，以利沙常常为老师端水，让老师可以洗脸洗手洗脚，我相信以利沙呢也常常给老师做饭所以呢学生是服侍老师的。同样的，这个英文老师呢也要求学生要常常服侍他，然后呢还引用很多很多中国文化说什么，他说有事弟子服其劳，所以老师有什么需要帮忙，老师有什么问题困难呢，你们做学生的要如何，要主动的分忧解劳，做学生的呢要主动的帮忙服侍我们。然后呢又强调说有酒是先生馔，如果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谁先吃啊，不是你学生自我享受要先给谁吃啊，要先给老师吃啊。所以这个学生听到老师讲这些话的时候心里就火冒三丈，这什么老师啊这个这么会要求我们啊，那怎么不要求自己呢？结果呢有一天这个英文老师呢就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写英文的作文题目呢是题目是什么，这不是高考题目，是作文题目，说30年后。这个学生呢他就写作文了，其中有一段写什么，他说我好开心的老公呢在情人节送我3克拉的大钻戒，在生日呢又送我这个好美丽的灿烂的一个像钻石的项链更开心的是我老公呢在今年的结婚纪念日呢又特别为我们买了劳斯莱斯的跑车。然后呢我们就去吃牛排大餐，不要忘记是西餐。然后呢老公和我带着我们一对的宝贝女儿呢就去公园赏花踏青，看蓝天白云，听鸟语花香，我们的孩子在公园又蹦又跳，极其喜乐呀，让我做妈妈的人实在觉得幸福洋溢呀。可是突然之间呢有一个女人竟然从远方走过来，我看着她每碰到公园中的垃圾桶呢他就在那边翻翻翻不知道到底要找些什么。当他慢慢的走到我面前的时候呢竟然向我伸手要钱，当我抬头一望发现这个女人呢满头散发，衣服褴褛，而且身体呢竟然有一股很难闻的味道。当我醒神过来的时候呢我才发现原来她就是我初中的英文老师。你说这样的文章被老师看完之后老师会如何，可能更要整他让他留级，对不对可是呢话说回来，这就是所谓的你说学生跟老师之间应该有所谓的伦理道德，应该有所谓的次序跟规范，老师要求学生，可是学生会不会要求老师啊？会。那这个老师呢你不能整天在课上怎么样扯高气扬耀武扬威用命令指挥的口气，对不对？所以老师应该要如何呢？应该要的确有为父的心，要做好的榜样。老师呢我们目前强调的是仆人式的领导，跟你旁边讲仆人式的领导，仆人式的领导。老板要领导员工是仆人式的领导，丈夫要做妻子的头也必须要如何，要仆人式的头，这是圣经的真理，这是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的侍奉的伦理所以耶稣基督特别强调说我们如果想做领导我们必须要先做什么，侍奉人，先做仆人啊，先做仆人所以为
守者仆，所以你要做头，你必须要先做仆人，先从替别人洗脚开始。对你旁边讲，先从替别人洗脚开始。所以如果你来到美国，你是做洗脚工，要不要感谢上帝啊？来，大家给自己一个鼓励，哇，我做洗脚的工好开心哦。所以当你为别人洗脚的时候，你要存着感恩的心，因为那是恩典，那是福分，那是你成为领导的第一步。哈利路亚。求主帮助我们晓得，这就是所谓的侍奉的伦理。侍奉伦理，侍奉伦理呢，不单单是强调所谓的侍奉的技巧或是侍奉的艺术哦，侍奉伦理呢，其实最强调的乃是侍奉的对象。请问大家，我们侍奉的对象是谁？就片面的来讲的话呢，有很多很多人工作的目的、侍奉的对象都是人，对不对？我们要向老板交账，我们要向老师交账，我们要向老公交账，要向老婆交账。可是呢，如果单单面对这些人，我们还只有一半，对不对？我们今天要全面的话，你不要忘记，你还必须要向谁交账？向上帝交账。因为你的生命、气息、聪明、智慧、机会，一切都是上帝给你的。上帝多给你，就向你多要；少给你，就向你少取。上帝知道他给你多少，你也许还不知道上帝给你多少，可是上帝知道，所以上帝不找你要。所以呢，你必须要在今生今世呢，要为永生永恒做预备。所以我们是在感谢神。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生命啊，不单单有今生，有今世。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有永生，有神国。永生有神国。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这世界的样子啊，天地人世界的各种样子都要过去了，而且现在时候已经减少了，我们必须要等候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是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好，十五章的第二十四节说末期到了。所以现在请问是刚世界刚开始，还是世界已经快要结束了？现在是世界的末期，而且是世界的末日。微信群当中有好多人都在发，马云呢已经开始了无现金的社会了，在福州呢，在福州已经全面性的不用现金，不用纸钞，不用钱币，也不用信用卡了，全部用什么？用手机来买卖，用手机来支付。所以这种的时代已经应验了启示录666的预言。因为在2000年前，神透过圣灵感动使徒约翰写启示录，就预言说在末世，在末时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没有现金交易，没有信用卡交易，全部用什么？全部用额上的密码或手背上的密码所以现在呢还用手机，对不对？还用手机来支付宝来付钱。可是呢再一会儿就是用什么了？就是用手背。你一进超市扫描一下手背，然后所有的你的存款，所有的开销，所有的你的个人身份，加上你的医疗记录，你的犯罪记录，全部在哪里？不是在手机里面了，在哪里了？在所谓的 very chip， 在晶片里面了。所以这个时代呢，有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把晶片放入我们的手背当中了，对不对？那当耶稣基督来之前呢，乃是普遍性的、全面性的，都用什么？用 very chip， 用晶片，用晶片来做支付，来做买卖。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时代呢，已经是末期的时代。对你旁边讲，现在是末时了。现在是末时了。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什么事情要发生？我也要投篮。
在基督耶稣里面先死的人要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我们的身体要变成荣耀的身体，哈利路亚，我们要恢复成一个属灵的不朽坏的强壮的一个属于能量的荣耀的身体，这是基督徒的盼望。所以今天你在人世间，你的工作不是单单要求地上的好赏赐好处利益或荣耀，你今天更要追求的乃是那属于天上的永恒的，对你自己讲，我要追求永恒的，不要只追求今世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一开始第一章第二章就强调说智慧有两种，智慧有两种，大部分人呢，他的智慧跟聪明是属于人的，是属于世界的，是属于地上的，这些都是会败亡的智慧，这些智慧都会过去的，知识终必归于无有，连智慧聪明终必归于无有。可是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去追求，要去得着那个属天的智慧，那是上头的智慧，那是真正的智慧，那个智慧呢是神的智慧，那个智慧呢现在是一个奥秘，但是呢那个智慧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就向我们显明了，这是神的大能，叫我们这些似乎没有智慧聪明的人呢，因着信就被称为义，因着我们承认自己的愚拙跟有限，却得着了上帝的智慧跟无限，哈利路亚。所以基督耶稣成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我的恩典就是因着信，因着你愿意，不单在基督耶稣里面，你愿意现在生在基督耶稣里面，活在基督耶稣里面，而且盼望耶稣基督的从天降临。所以我们不能单单追求片面的，我们要追求全面的。对你旁边讲，我们要追求全面的。我们要追求全面的。所以，全面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地上，在地上要荣耀神，服侍人。我们在地上呢，要吃要喝。可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可是肚腹跟食物这两者都要如何？都要毁坏。那个意思是什么？你的身体有一天要归入无有。你所吃的山珍海味，你所吃的满汉全席，有一天要如何？要归无有，都要毁坏。所以我们的身子呢，不是为肚腹，肚腹也不是为身子而已。我们的身子真正的目的是要为什么？为基督，为基督，乃是要为永恒的荣耀。感谢耶稣基督。人呐，因为有罪性，因为是罪人，所以不可能遵守全部的道德律法和礼仪律法。什么叫做道德律法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这叫道德律法，懂吗？什么叫做礼仪律法呢？礼仪律法强调说耶和华的七个节期，强调五个祭，就是所谓的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所以在旧约时代呢，犹太人如果要进神国，他必须要遵守全部的道德律法，而且还要遵守全部的礼仪律法。第一个就强调说要行割礼，男士一定要行割礼，感谢神，女性不要。而且呢，还一定要守安息日。谁如果不守安息日，谁不但不得安息，而且还进不了神国。是。那么，所以旧约时代呢，要守道德律，全部道德律都遵守，而且要守全部的礼仪律都遵守，这个人才有机会如何进神国？请问大家，古往今来普天之下，从亚当一直到耶稣之前，请问有谁能够遵守全律法？有谁？只有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人能够遵守。我们常常是犯了许许多多的律法，甚至呢，可能只有一条没有犯，听懂吗？我们犯了所有的条，可能只有一条没犯。感谢神，耶稣基督替我们遵守了全部的道德律法和全部的礼仪律法。耶稣基督
不用受洗，他为了要尽诸般的礼仪，甚至受洗。所以耶稣基督呢，他义的代替不义的。我们这些人因这是罪性，有罪是罪人，所以我们呢，在神在人面前都该被定罪受刑罚。可是呢，因着我们信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所有的义就成了我们的义，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恩典。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存活，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进神国的盼望，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义。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行为完全而有资格进神国，我们乃是因着信耶稣基督为我成了救恩，成了医治，成了成全所有的道德律法和礼仪律法，所以我因信耶稣而被称为义。因着我有耶稣这样的义，我可以进神国。求来问一下你旁边说，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好，我们要懂得，要片面的。可是片面的呢，你也不单单说只要天上而不要地上。为什么？因为你目前还是个活在世界的、活在地上的人，世界上的人远远都是罪人。那你说我一信耶稣，这世界都是染缸，世界人都会玷污我的生命，干脆呢我就上天堂去了，就自我了结生命，自己上天堂，可以吗？不可以。不可以，对。所以人没有权利自己解决生命，因为生命是神所赏赐，也是神所决定的，你不能够自我了断。好，所以目前来讲，好，基督信仰是反对安乐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决定自己的死期。好，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讲全面的是，你要地上也要天上，你不能单单只要地上不要天上，你也不能单单只要天上不要地上，对不对？因为我们要的是什么？全面。大家说全面。全面。全面。所以感谢主，哥林多前书一直在强调好全面的伦理，全面的真理。所以哥林多前书呢，好给我们知道说，神为我们这些信他的、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所未曾想到的。哇，那个神国，那个永恒，那个荣耀，那个光明，那个完美，不是你在今生今世所能见到的，这是神为你所预备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神在万事之前就预定叫我们得荣耀。Amen。 你知道吗？神预定叫你得荣耀。什么是荣耀呢？如果荣耀像草上的花，对吧？很快就枯干，请问那有荣耀吗？有，只是短暂的，如同昙花一现。神要给你的荣耀是什么？是永远不会凋谢的，是永远不会褪色的，是永远不会朽坏的荣耀。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来看第九章哈。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要知道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人生最重要的当然是永恒，是永生。可是今生重不重要啊？重要，也重要啊。所以我们要强调的不是片面的真理，要强调全面的。你要为上帝而在今生为上帝做见证，活得精彩，活得完美，活得荣耀，这才让神心满意足。所以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保罗很清楚知道说他人生的目标方向意义到底是什么。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看一下那保罗怎么说。来，保罗说什么呢？来，第二十五节，九章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什么？不能坏的赦免。大家说不能坏的赦免。不能坏的冠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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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一生有一个目标，他要得那永恒的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保罗他就付上代价做什么呢？二十六节，来，二十六节。所以保罗说什么？我奔跑不是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在哥林多当时的历史背景，
哥林多城市呢每两年举办一次运动会，那雅典呢有奥林匹克的奥运会，对不对？那哥林多城市呢是大约有25万的人口，然后是一个贸易的、金融的啊，一个进出口的啊，一个非常啊这个有强烈商业生意跟偶像气息的一个堕落的、罪恶的、充满情欲、物欲横流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那保罗呢面对这个世界，他跟教会的人讲说，虽然这个世界哇五花十色，虽然这个世界呢好像有所谓的有名有利有荣华富贵，可是这些呢都是会朽坏的。我保罗呢目标不是单单在这世界上，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乃是要得灵魂、救灵魂、传福音、建教会。可是呢我一切的目的呢乃是要有一定的方向，而且呢一定的斗权，代表什么？要奋斗，要征战，我们要争气而不生气，对不对？我们要报恩而不抱怨。所以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然后呢保罗呢他就拼命的在那边努力，在那边服侍，拼命在那边啊，就是容神一人，圣鬼舍己。然后呢保罗呢不但建立了好腓立比教会，建立了哥林多教会，而且保罗呢建立跟服侍了许许多多当时在啊小亚细亚跟欧洲啊，甚至保罗呢还要到最远的罗马啊，当初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去建立教会。所以保罗呢他一直觉得说，他一生的目标呢是什么？不是打工挣钱，不是养家活口，不是传宗接代。保罗的一生目标方向是什么？传福音、建教会，传福音、建教会。请问你的一生目标有没有这样子？只有传福音、建教会的这样的事工呢，这样的一个圣工呢，才能够存到永远。保罗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不但我们会得着许多多眼未曾见、耳未曾听、人心所未曾想到的各种的基业跟荣耀，而且呢保罗讲说，在那个时候呢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作王呢就是做领导，作王呢乃是管理时空万物。而且保罗讲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可以审判天使。哇，你是否相信灵界有天使？你是否看见天使？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可以审判天使，我们可以审判万国，我们可以审判万民万族，我们也可以审判现在世间、现在教会当中的某些人、某些事、某些物，我们都可以审判。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圣徒、我们教会的肢体呢，实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的产业、得的权柄、得的荣耀，实在是丰富再丰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是呢保罗他知道说，他呢要让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我们晓得奥林匹克他们的运动员呢，我们就举个例子，我们说游泳跟田径赛跑的跟游泳的，常常是为争那么几秒钟，不是一秒钟，而是争0.1秒、0.2秒，冠军跟亚军差几秒钟，就差那么0.几秒。为了要争冠军，为了要争那么0.1秒、0.2秒的话呢，你知道参加比赛的运动员要付何等的代价？是不是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是不是这样子？是。他一定要让自己的全身都没有任何肥肉，全身都是肌肉，而且呢一定要接受教练所有的规范、所有的指导，然后呢要苦练勤练，为了一个动作呢他可能要练千千万万次，对不对？是。所以他这个运动员只有一个目的，怎么样？我在场上赛跑，我必须要怎么样？要拿冠军。冠军跟亚军差几秒？差0.1秒。为了这0.1秒呢，运动员要付上代价，要攻克己身，
那我们呢，如果要得到不能朽坏的冠冕，请问我们是不是也该付上代价，功课己身呢？是。请问你跟我有没有的的确确的功课己身呢？我们在减重减肥这方面呢，你有没有功课己身呢？尽量不吃不吃不吃，美味在桌上呢，不吃就是不吃，我们做得到吗？我们有没有靠主而功课己身，不吃美食，不吃太饱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的确晓得啊，有很多很多的伦理呢，需要我们去学习，需要我们去不能够画超越这样的一个界限。好，保罗呢，他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侍奉神呢？好，侍奉神呢，绝对不是要炫耀自己要实现自我。好，侍奉神呢，不是说我想为神做什么，乃是要常常问说，上帝啊，你要我做什么？其实我从过去到现在，我也常常有很多的计划跟美梦，说我要为神做这，我要为神做那，哇，有好多好多的念头，有好多好多的创意，都是我要为神做这做那。可是多年下来，直到这几年呢，你晓得吗？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呐喊，心中只有一个愿望，说上帝啊，上帝啊，你要我做什么？你向我启示，你清楚告诉我，你向我，你要我到底做什么，而不是我为上帝做什么。请问大家，这两者之间，哪一个讨主喜悦，哪一个合神心意呢？要。今天夫妻的问题出在哪里？太太为丈夫做了好多好多事情，结果呢，不是丈夫要的。是。丈夫也为太太做了好多好多事情，可是呢，一直没有什么做到那个刀口上，没有做到让妻子呢什么感动。所以我们常常都会为对方做了很多很多，可是呢，忙忙碌碌却不能够讨对方喜悦，甚至还引起很多很多的纷争和仇恨。夫妻吵架就是因为这样吵起来的，为什么呢？我为你做这么多，你一点都没有感恩，对不对？所以就小吵变大吵。所以啊，求主帮助我们，的确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自高自大，像哥林多教会强调说什么，哎呀，我是属保罗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宗派啊，一直强调说我是属加尔文的，我们要归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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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加尔文的神学。请问这样子完全正确吗？不正确。我们要归正到耶稣基督的神学，对不对？而不是归正到加尔文，我们也不是归正到马丁路德神学，我们也不是归正到亚米念神学，我们也不是归正到马丁路德神学，我们要归正到哪里去？要归正到耶稣基督的神学去，归正到耶稣基督的伦理道德文化规范区，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地方都不能够相互论断，相互比较，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学习耶稣基督。所以保罗特别强调说，我们呢在全面的侍奉伦理当中有四个象限对神对鬼对自己对别人，四个角度要好好去思想归纳哥林多前书所说的全面的侍奉伦理呢，第一个，对上帝，我们是如何或吃或喝，起心动念行事为人，不管是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不管是台上还是台下，不管是人看得见或人看不见不管是任何事情，有形无形的，有声音的，没有声音的，所有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个总目标，就是荣耀上帝。大家说荣耀上帝，这是最重要的，荣耀上帝，而不是荣耀自己，也不是荣耀你的领袖或荣耀你的牧师。你的牧师再能干，再有本事，再有恩赐，你必须要荣耀谁？上帝。你要荣耀上帝，千万不要高举牧师，高举领袖，而要单单的高举上帝。然后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20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一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来，
六章二十节前面，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你的身体是做什么的？你的身体不是享受吃穿，你的身体不是周游世界，你的身体呢也不是为打工、为养家、为传宗接代。你的身体的真正目的做什么的？要荣耀上帝。如果结婚能够荣耀上帝，你去结婚；如果独身能够荣耀上帝，你就可以独身，听懂吗？如果你的婚姻出问题，必须要离婚；如果离婚可以荣耀上帝，你可以选择什么？离婚。你可以选择离婚。所以一切的动机跟选择的评估方式，就看有没有荣耀上帝。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我们再看第十章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这是我们也大家都会背的哈，十章三十一节。所以我们晓得了，身体是为了荣耀神，好，身体的一切食衣住行娱乐都是做什么？来，大家念。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很清楚的，就是要为荣耀神而行。哈利路亚。我自己呢，是从代职侍奉啊，一边上班一边服侍神，到全职侍奉。当然这期间呢，是有很多很多的挣扎，很多很多的这个矛盾，然后很多很多的寻求，最后呢，清楚不是我要侍奉神，而是神呼召我来侍奉他。当我我们台湾的人都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如果身体健康就要去当兵的。可是呢，大学毕业有一个考试，就是预官考试。如果你考上预官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当官。可在当官之前呢，你还是必须要有入伍的各种受训练。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是个兵，所以呢，就要被那个教育班长啊，这个耀武扬威的在那边命令我们、指挥我们、刁难我们。所以大学兵这个大学兵呢、大头兵呢，是被教育班长整得非常厉害的。可是呢，当我们就是受完训之后呢，我们就挂上了一条杠的少尉军官。我们走在部队、走在军营当中呢，那请问这些班长当年指挥我们、刁难我们的，见到我们要如何？长好，对不对？所以大家晓得，哇，那你苦尽甘来实在是很过瘾。那当我退伍之后呢，感谢神的恩典，让我进一家相当大的公司。然后呢，我就从基层做起，最后呢，成了这家公司的主管，成了这家公司的经理。因为我是信主的人，所以呢，我在台上台下都跟大家分享圣经，分享福音，常常跟他们讲耶稣，常常跟他们讲圣经。然后呢，他们就常常问我说：“经理啊，你怎么不去做牧师啊？”我就跟他们讲说，神呼召我本来是要全职侍奉的，可是呢，神暂时让我代职侍奉，来到这家公司要来领导你们，要来帮助你们，所以你们要好好乖乖听话。结果呢，我在那个时候，神一直感动我，定下为自己公司定了三个目标。第一个就是我的工作呢，要工作就是工程，大家说工作就是工程，工作就是工程。然后呢，职场就是何尝，职场就是何尝，事业就是侍奉，事业就是侍奉。360行，人人都有工作，每个工作都应该被尊重。那我那个时候的工作呢，我非常感谢神，我就在台上台下、人前人后，我都尽量的让工作工程化，听懂这个吗？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什么呀？我们的人生就像在建筑工程一样的，你的生命呢，就像盖房子一样。我们生命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可是我们要盖几层楼？你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工程盖成100楼，